起来送上金曲讲座。你要唱的时候，绝对是要让所有人听得懂，对。所以我在录音室最多的时间是花在他的几秒字。对，所以这次也是因为黄琦哥特别的指导，所以我这次的咬字跟之前的几张专辑真的是进步更多了，非常多。忘掉你丢过，删掉过，无你袂煞，忙起来扛掉我，看掉我。我是你的心头一块肉，为何甘在嘴内也会惊？若是你不爱我，不骗我，不依不弯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